刚才全浩伟想要喊个暂停，但是遭到了三振。投的还算蛮稳定的，不会像之前，譬如说第一局投完之后，第二局就突然球偏高啊，然后违禁变得比较差一点。今天状况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正常，那希望可以借由今天的比赛，然后找回一些之前的那种感觉。总教练啊，投手教练，然后高老师啊，牛棚部从那边每天都去帮助你。那这么多人帮助你，你要怎么拿出你最好表现，然后在球场上，然后拿下胜利来去回应他们。今天可以拿下胜利也蛮开心，对自己也比较有信心一点。球队现在人生中，你也把这个气势延续下去这样子。好，打击区上则是詹子贤，这一棒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手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这球还在飞，还在飞，结果是一发红不浪。那也不是说我打了就一场要打要手背啊，一场球赛一定会有分数啊，还是。刚个都我用七个不是温，那么一拍开这痛苦啊！我们里面的从球员退役的练习生拿影片给我看，叫我学那个中村纪洋看看。他说没办法那么夸张，可是我能把那个感觉带到我的打击上了、啊，然后也跟秋哥、令长还有头哥都有做一些沟通了、啊，那就慢慢感觉越来越好，就打起来也会比较快乐一点。今天会开心的，可是明天你开始要开始严肃准备下一场比赛，对啊，因为你先发走一场，那一场投不好，那也觉得这个礼拜练习都白费，那也对球队没有什么贡献。那好的成绩，你才有下一场的表现机会，对，所以明天开始就开始准备下一场。对，距离胜利只差一个好球，这一球塞进来，主审拉弓箭，李正昌投出了再见三振，也结束了这一场龙象大战。